第一轨，打破枷锁。编剧和制作人是 Geronimo Lopez Sodeva。今天我是百万富翁课程领域向大家介绍题为打破锁链重生的模块，因此我欢迎你，希望你喜欢这个内容，它旨在帮助你。让我们开始吧。听着背景音乐，听着同时萦绕在你耳边的文字被你的大脑解码，意识到你脑海中复杂的可视化过程。注意沟通过程的奇妙之处，以及从话语中发出的一系列声音如何在你的大脑中转化为图像，这些图像只属于你，只有你能以特殊的方式将其可视化。这意味着这些被感知的图像是你的财产，因此你是以自己的形象和方式构建自己的宇宙的建造者。同时感受一下你的身体是如何独立呼吸的，你的心脏是如何和谐的自动跳动的，这是你的潜意识在工作，这是关于活着的感觉。作为一个生命体，你意识到你能够为自己而不是为别人而运动，因此你的每一个运动都是在你身上产生的，有运动的地方就一定有变化，这意味着每一个变化也是在你身上产生。意识到你是活着的，你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有意识的理性存在，功能完美。正因为如此，你能够随意使用最伟大的奇迹，人类所知的宇宙中最伟大的宝石，这就是你的大脑。想一想，作为一个生命体，你花了多少百万年的进化和变化，才能够在现在，在这一刻享受你的大脑，通过思考意识到这是如此。你是自然界的一个奇迹，你也是独特的，不可复制的，因为只有你能成为你，就像你一样，从来没有也不会有任何人像你一样，所以要利用宇宙给你的独特机会，真正成为你自己。试着从你的内在自我，从只有你的最深的亲密关系中做你自己，在由内而外产生的运动中做，而不是从你从外面接受的想法、概念、时尚或社会接受的形式中，在由外而内的向反运动中做。记住，你是为你自己做你自己，也就是说把你自己给自己，享受它。还认为只有当你是你自己的时候，你才能够了解你自己，知道你真正想要什么，因此以你最亲密的自我为原点，你才能够做出最好的决定，也就是那些对你最有利的决定。如果你正在看这个视频，而且你已经走到了这一步，那是因为你已经决定成为一个百万富翁，成为你能成为的最好的人。因此正是在这种想要产生你想要的改变的意识状态下，我提出了第一个认知冲突，我挑战你要克服这个冲突。我解释说，当主体获得的信息或经验与他们的想法和先入为主的观念不一致时，就会发生认知冲突，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其纳入他们的认知模式中。换句话说，当你接受新的知识时，你会把它与以前整合的一切与支持你的知识的支柱和基础相冲突。在这种冲突中，如果新的知识足够强大、连贯和牢固，那么它将叠加在以前作为支持支柱的概念上，以取代它们，并由此处于继续建立知识的地位。问问自己，是什么阻碍了你成为你一直想成为的成功的百万富翁？我可以非常直接地告诉你，唯一应该责备的是没有这样做的人，一直是你。在像我这样突然地告诉你之后，我相信你的头脑一开始已经接受了它，通过你头脑中的一种接受，也许是假定的或多或少的不情愿，也许是或多或少的抗拒，使你甚至感到内疚。我澄清一下，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那是因为在这个论断中你没有得到理解为什么的可能性，你只得到了一个在逻辑意义上有逻辑的情况。它有逻辑是因为以你的大脑工作的速度，你把这个句子与整个神经元宇宙的相互联系联系起来，使它成为可能，与只有你自己创造的想法所产生的罪恶感决裂。因为你明白你可以自由地成为你想成为的任何东西，因为如果你这样想，你就是。但在这一点上，我问你，所有这些相互连接的神经网络真的是你的吗？反思一下吧。至于物理部分，让我解释一下
脊椎动物的神经系统是由相互连接的神经元的长传播组成的，这些传播被称为轴突，它们产生于体细胞、神经元的身体，因此那个复杂的网络是你的。但也要记住，在这个神经网络中还驻扎着概念及你的知识基础，它们被固定下来并与之相关，形成你的视野、你对世界的感知、你的观念、你的思想。这虽然是你的，但也不是你的，因为是你以你被教导的方式构建了它，而你被教导的方式是以许多方式创造认识论的障碍。让我们看看这些认识论的障碍是什么。法国哲学家加斯顿·巴什拉 1884-1962 认为，障碍物是阻碍科学进步的附属物。换句话说，知识的发展、老师、朋友、你自己的家庭、你的社会圈子的错误、偏见、意见都会传递给接收者，这些错误、偏见、意见最终成为你自己的认识论障碍。在很多情况下，你也会把它作为自己的认识论障碍传递给别人。因此，认识论上的障碍是指在人类精神或理性中阻碍对对象进行理性建构的一切意见、偏见，对对象的单纯感性认识，凭表象判断或直接和非反思。有多少次发生这样的情况，一个老师接收了一批新的新生，上一年的老师对新老师说，要小心那个年轻人，他是这样那样的，表现得很消极，而学生也因此被打上了烙印，被束缚在认识论的障碍上。而那些人因为他们的职业应该倾向于帮助学生打破这些障碍，通过知识使用理性和智慧来解放自己。在这个意义上，必须指出，共同教育需求是所有人都有的需求。这类需求是由对个人发展和社会化至关重要的学习组成的。而这些需求，我问，谁来决定他们，根据什么标准？或者说，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这些预定的需求是谁的利益，而不是其他需求？我们有多少次从新闻或报纸上听到教育系统没有回应市场的需求？许多公司多年来一直要求新的专业形象，以便在一个日益活跃和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竞争。从这一切引申出来，我们也应该顺理成章地问自己，如果我因此用权力的钥匙来思考，是权力教育了我？沉思的事实，对自己的反思，对共存于这一存在的事物的现实的反思，并从这一运动中产生的思想中得出为什么的问题，是什么导致了哲学的诞生，对智慧的热爱，以这样一种方式，这些思考的结论，因为他们被插入到相互关联的复杂的宇宙中，已经趋于具体化，并在一套关于人类的原则和原因的概念中达成一致，以及他应该对世界是什么，以及对理解他周围的现实宇宙或他自己的方式的愿景。没有哪个社会能逃脱这种通过理性进行探索的愿望，也就是说，在构建方面，没有哪个社会不能产生自己的哲学体系和思想。因此，通过书面文本、通过口头、图标、象征性的传播，传递这种知识意义建构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是再现形式的方式。因此，如果你想要的是你的改变，而为了这种改变的发生，必须从你开始，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承认自己是你想从现在开始成为的人，打破所有阻止你这样做的障碍或枷锁。简而言之，它是关于你能够明确的打破你被教导的不良思维。我告诉你，这些思维直到现在还不能让你达到成功和繁荣的状态，而这是你在生活中非常渴望的，你知道你应该得到的。同样，我也告诉你，这种假定的不良思维只不过是创造出来的思想，因此也容易被你抛弃。这种思维方式可以随时改变，你只需要想要它，去做它。问题是要承担那个想要不断改变你的思维的决定，直到你把它变成现实，你的现实，你的宇宙，你有意识地认为你是建设者。你可以从停止将你目前的状况归咎于他人，或归咎于过去的情况，或归咎于国家开始，完全忘记了向往靠仅够生存的工资生活，搬到工作岗位上继续为之工作的事，完全忘记渴望补贴和经济援助保持不变。
要明白，你想要的改变首先是在你身上。一个最终涉及到你能够产生条件来建立自己的变化，它是关于你能够重生，以诞生你的百万富翁自我。而正是在这一点上，你已经准备好能够看到和理解下一个模块，因为到目前为止所涉及的一切，我向你保证，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在成为百万富翁的课程的下一个视频或主题中，我将告诉你如何重生。在下一个视频中，我将告诉你谁是你的百万富翁自我，以及如何建立它。如果你喜欢我的写作方式，我也邀请你访问和探索我的免费幽默有声读物，在那里你将体验到笑声疗法的好处，并确信你会笑。你可以在我的频道上找到。问候您，感谢您观看本视频。